论文年纪就是，要说到这样，你即摆大概嘛熬早，会再去互咱三个做来看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，亲爱兄弟啊，咱应当彼此相疼，因为疼是对上帝来的，本来受疼心的，拢是对上帝生，并且认捌上帝。圣经内面充满了真侪负面的例，也充满了真侪正面的例。所罗王的心内，因为充满了真侪的嫉妒、苦毒、猜忌、狂妄、傲慢，伊的心内面没有痛，对着安尼，伊的一生就注定要落败。伊将真侪的这个忧伤、痛苦、咒诅带进到伫伊的家庭，伊家己痛苦，伊的亲人嘛对伊痛苦，伊周围的人嘛非常的艰苦。伊所带领的国家会乌家乌撒撒，也陷入了痛苦。约瑟一点半世人，充满了真侪的辛苦，伊被冤枉。被阿兄出卖，被抹黑，非常的不公不义的，你临到着伊，伊对着一个这个天之骄子，后来落到变作是一个奴隶。本来所穿的是彩衣，后来所穿的是罗布的麻纱。可见一边，但是伊无因为安尼来落入着苦毒受气，反倒当伊心内面充满了痛甲饶恕，伊将祝福不但带互家己。伊将祝福啊带予伊一个亲族，将祝福带予伊周围中间迄当时咧闹饥荒的人。你的心内面呐，如果充满了痛，上帝就将圣洁甲稳定藏伫你的活命中间，你的一生所带出来的果效就会完完全全无受伤。那安尼，咱要安怎去听呢？听，毋是生来就有诶，听是对上帝遐来。听，毋是随随便便的，讲我爱你，你爱我。听，是需要认真、小心去学习的。如果人若讲活到老，学到老，那呢，人上需要的，就是先领受听，才会当活到老，学到老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听决定了你的一生。等来祈祷，特别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对你的领受听。今日恳求你，互我才最流通的讲。所领受白白得来，我也愿意白白给人。但愿主的灵，有法在每一日的生活中间经历你，并且恳求你来使我舒服新的一日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使我舒服你，加你的一家。